这么着急来找我干嘛呀？啊，人家三炮哎，不是今天过生日吗？你打算怎么安排呀？过生日，买个蛋糕送给他不就行了吗？你要真的是小气，买蛋糕还要你说啊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再说了，人家三炮哎，这么多年跟着你鞍前马后，跑前跑后的，你好意思就送个蛋糕啊？你说送什么来？他喜欢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啊？那你那后面不是有那么多酒吗？带两瓶去呗。我跟你说，这全都是我收藏用的，我自己舍不得喝，我还给他送两瓶啊？你开什么玩笑哦？哎，就你这么抠搜。那这个给你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？这个不错啊，你总算办件人事。行，就用这个啊。怎么，你真打算一个纸都不掏啊？是吧，还有钱呢。啊，行行，转给你吧。要多少？嗯，你看着办呗。转600吧。好，可以可以嘛。转过去了。弟弟，晚上一起喝酒。哎，我的快递终于到了。啊，这小丹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今天晚上我们去喝茶啊。哎，这不怎么是你的酒啊？这不小邓的酒吗？不，我就让他拿了个快递啊，怎么变成他的了？我这每天收这么多快递，我哪知道哪个是我的呀？这我以为是人家送给我的酒嘞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也不喝酒啊？人家干嘛让你送酒？我不喝酒，我不可以收藏酒啊。那经理，你看他不也收藏那么多酒了吗？哎，怎么提这个的？哎，经理，你收藏那么多酒干嘛哟？你这都快过保质期了呀！你看哈，这晚上酒啊，肯定也不够喝。刚好我今天也过生日，搞两瓶吧。拿两瓶。三炮啊，也就是你能拿得到经理喝的酒啊。这酒哎，经理自己都舍不得喝。你看这水也凉了，别喝哈，喝了拉肚子。要不你们先忙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哈。我想要带你晒太阳。